花西在地新闻，在地人，在地情，继续要来讲鹅啊。寒天的产量较少，产地价已经起到每台斤180元。即卖产次级品鹅啊底嘛真抢市，每台斤嘛涨啊未到140元。嘉义东石的沿海都未少的人家，专门找这种鹅啊底咧挖鹅啊肉来探外路啊。面对妈妈阿桑，拢非常专心咧白鹅肉，伊每一个动作拢非常紧。白完了后，搁再找看有通个白鹅底，就是对鹅卡到鹅肉拢较细，因此是次级品。寒天鹅产量减少，产地价起到每台斤是180元，所以这次级的鹅底每台斤毛140元。嘉义县东石乡沿海，伫这个季节，真侪白鹅的人家就是来这个所在找宝。那个天亮就来啊，爱做天。来天光就来报道啊，一直爬到天暗。最近吹东北季风，虽然风真大，不过就是希望会当多赚一点。一天爬十外点钟，只会当赚一个500-600元。我这妈妈阿婶讲，加减啊赚，至少会当补贴家用。